我是思颖，你是转学生吗？你好，我叫曹文。对，我今年刚转过来。大三还转学啊？哦，就有一些原因。哦，不过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来问我哦。好啊。思颖同学，要。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老师没事啊，没事。你继续。你好，我叫曹伟。我叫陈伟，我是秀珠的朋友。你好。你们自我介绍也太尴尬了吧？哪有啊？那是因为你无时无刻都有卡。对啊，曹伟，你说思颖就是那种小跟班，永远都是第一。思颖，他
是我男朋友。嗯，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说很重要的事情。虽然我还没有出柜，但你是我转学以来最好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想跟你说，我想要让你认识真正的我，还有让你知道我重要的人是谁。你好，我是哲宏，我常听到常提到你，麻烦你这样照顾我家常人，要不然他为了我转学到北部，如果他过得不好，我真的会很自责。Sing。哦，所以你转学是因为这件事啊？对啊，我们都觉得远距离对对方都太累了，所以我才搬来这里。你干嘛不早说啊？当朋友这么见外，真是。啊，我现在不是说了，我是怕你不能接受同志。还有，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啊。我也喜欢你啊。厂维约会完回来就直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不知道。什么意思？思颖，你先出来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出来啦。厂维到底是不是男人？把思颖搞成这样。你不要闹了啦，我们现在是思颖啦。思颖怎么了？他不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。你还敢说？你为什么把思颖弄成这样，哭成这样子？我？对啊。我做什么了？不要闹了，厂维，你们今天到底出去约会发生什么事了啦？没有啊，我们今天就去看电影，然后吃饭，我们三个人都很开心啊。三个人？你们不是单独两个人出去吗？三个人？你们到底做什么事啊？你是不是做什么事情伤害到思颖？我有什么事不能说吗？也啊，好了啦。你们不要再逼问厂维了啦，我只是没有抢到李湘慧在的演唱会的票啦。你在说什么？就因为这个吗？这很重要哎。好，很重要。哎，厂维，你陪我去买宵夜啦，走吧。如果你很喜欢李湘慧蛋的话。我可以帮你问问看票，我有朋友在做演唱会。你真的很呆。我哪有呆啊？就是很呆。你把话说清楚。就是那种。喂。你还绑着辫子。这是很。那么可爱。太挺好了，你真是。够了啦。干嘛？怎么哭了，思颖？还好吧。你真的是，你真的是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这个朋友。我也很喜欢这个朋友啊。我是李欧，我是哲宏，我是思颖，我是厂维，我是秀竹，我是陈伟。今天这本呢是哲宏编剧，然后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讲，就是不论是任何的性倾向都能够被接受，那不论是任何的性倾向，我们都还是可以是朋友，感情都还是可以一样好。那主要还是在大家的选择。
那如果呢喜欢今天这样子的主题影片呢，不要忘记呢帮我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可以看到，以及按赞、订阅、服务知道 FB、YouTube 和 IG， 并且追踪我们所有演员们的 IG 哦。我会把他们的 IG 放在资讯栏。好，那么副剧场下下周再见哦，拜拜。